感动，那个男女老少都站出来发歌。不管哪，不管哪一种，谁也好一点，都不一样。阿伯，请问诶，你今日是来还和尚？对。你那想要是是，安怎知影这个消息的？哦，这就我刚才，阮古早就伫林番禺啊，到三十年外年前就拜番禺啊。哦，你是什么单位的？不是什么单位啦，就刚才我对河南人就在讲啊，我无并无什么单位。哦。河南本来就是人家在圣贤的国家，迄媒体上拢捌咧报啊，迄就足危险的物件啦，对。咱台湾阁无迄个技术啦，是毋是？迄款物件本来就袂用的啊，台湾就无需要迄款物件嘛，对毋对？哦。但是咱这反核反二三十年，今嘛即摆人较侪，以前无汉侪人吼。较早是一群人去岩寮遐咧围迄个核电厂，啊了后刚刚进到小型冲突，啊才开始的。哦。啊，恁是？啊，十几年啊啦。好。恁是迄个金山遐的人哦，还是安怎？无，我是去长江遐的。哦。啊，恁较先进咯，吼。以前无遐尼侪人吼。以前无，以前大家媒体封锁啦，人资讯无遐发发达嘛，较早都连电脑嘛无。以前无，就电视台啦。哦。啊，你今麦在？日本的福布斯嘛的问题造成，这拢有人看的，啊，过即马网络啊发达啦，人咧谈谈接近，才有人才多啦。干嘞，迄个新闻。咱那个算人治的社会啦，人治的社会啦，我是感觉安尼啦。但那咱也毋是人治的社会，民主的国家，照讲也早就爱。那用替代能源，啥物物件拢会使去落啊嘛，唔免搁再予人安尼人左面上台啊，遮侪人去。啊，实在讲起来哦，破费啦。甲你讲，迄个咱资讯无发达，你乃会知影？哦，啊，较早是资讯无发达，毋过有看报纸啊。报纸嘛是真少伫看，敢毋是？啊。报纸嘛真少伫看啦，啊，唔少看，但是你有咧注意着，着伊啊，感觉啦，啊，判断对啊，人就是爱判断，判断拢对，对啦，对啦。好，多谢。国光倒转来啦，2284事件，甲即卖60几年啊，台湾也搁啊搁也搁凶手也无啦，啊讲有即款纪念日，啊有受害者啊没有加害者。我嘛想无在台湾叫这么这个奇迹啊！都讲同款同款，啊！你讲那唔知，啊！台湾人讲也惊死啊，也唔是唔知啦。啊！他行出来会惊，用怕死啊，唔敢出来。你哦，这二八恐怖的通知，大家惊死啊！什么叫做白色恐怖呢？迄白包蛋咧，臭脚底囥啊乌啊，或者白色的恐怖。啊，有人知我白色恐怖，白色白讲，唔是安尼啦。白包咱蛋咧，臭脚底囥啊乌啦，或者白色恐怖啦。啊，对。啊，这可能嘛是白色恐怖的一种。哦。对唔对？